空中瑜伽，因为它就很多变化，花式空运里面它有非常多的技巧的转换。那技巧转换是你每一堂课来的时候，你都在做不一样的动作，不一样的表现，就很像你在食材里面加了不同的香料呈现出来，不管多或少，它就会是呈现不一样的感觉。学空中瑜伽一开始就是为了真的是为了漂亮。开始接触以后，你就会发现要柔软度没有柔软度，然后要有肌耐力也没有，所以开始正视到自己身体好像缺少了什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开始做这件事情，你会让你的生活里面多了一个期待跟不一样的感受。也有那种是他可能会是比较内向，甚至是他可能体态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这么好的。当他们上了挂布以后，当他们完成到指定动作、主动作的那一瞬间，你会发现他们在空中的那个自信、那种成就感是不太一样的。小模仿，美味值得玩味。